着地图来看起来什么像口香糖嚼过，然后被压过的感觉。要这样子的，一圈一圈的。所以芋头是看它的一圈一圈，对，非常清楚，然后整整齐齐的这样会比较好。你看它叫做肚脐哈，瓜的脐，你看这比较大，对，这比较小，小的会比较好。为什么我们要挑这样子五角星的？只要有虫害或施肥，角度就变化，完全天然的是五角。邀请您一起参加五七健康同学会。